康熙来了，欢迎 Coco 李文祥。听见星星叹息，变成脸颊的泪滴，告诉不眠的雨，是否放弃日夜最幸福的冬季，心事不停。你知道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我后面有拍到他哎，怎么会这么扫兴？因为他在那边唱了好几句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恶心的，然后我动作没有过，之前来康熙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在，我没有看，这是人还是？你自己拉下脸来，好好跟人家解释这个。他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东西，对对对，这样配合我的专辑。Coco 的东西，所以有这个东西。对，就是他就是会表演，每一集都要换一个，换一个不称头的样子。我先跟你讲，你回去看播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生气，因为就是后面一直有一个人在这边。没有啊，可是 Coco 是大明星，我们可以把他马赛克掉。今天呢，李文小姐已经很久没有光临《康熙来了》，然后这一次有出新专辑之外呢，她带了一些她身边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那你先帮我们介绍这位漂亮的女生吧。这是我二姐 Nancy。你好。所以在他们家里面，姐姐妹妹之间会像你们家这样有美色上面的竞争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吧，因为她姐的美色是不是也少说可以当明星 ？Nancy 到 Coco 旁边来站一下，我看看。对，二姐对我很好哎。对，你们两个算是长得一样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们两个差几岁？差4岁吧。对。所以小时候会抢着穿衣服吗？没有，我都喜欢她的衣服。对，我都喜欢穿她的衣服，因为她的衣服很漂亮。那要不要现在换一下？当场换是不是？可是看到妹妹这么受欢迎，然后你却没有成为明星，心里会不开心吗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。可是我大姐同时也可以当我们的仆人呢。就是我都说整珍，因为她叫整珍，我都说整珍，我肚子饿了去煮泡面，她就会乖乖去煮。对，因为她很欣赏你啊。那你会照顾她吗？对，会煮东西给她吃。会啊，如果我饿，我真的很饿的话，我叫姐姐帮我，她一定会帮我。可是我大姐帮我煮一碗泡面要1000块。真的啊，我对，那么便宜的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带裤子，
会说2000给你。你们前辈的情谊就只值这点钱吗？这样不是算出手很大方吗？所以需要这样给姐姐钱吗？没有啦，我收的比较贵。对，所以 Nancy 是一直陪着 Coco 在工作的吗？对对，所以世界各地巡回的时候你都要陪。对，那姐姐现在是有结婚了吗？没有，都是我害的呀。对，你这个就是大明星妹妹耽误了姐姐的那个人生吗？我选择的。好 ，Nancy， 欢迎你，请坐。欢迎。好，那夜店大亨，夜店大亨。接下来这位呢，其实要解释一下他跟 Coco 的关系吧，就是是当初想要追李玟没有追到的人。我觉得是。你今天是以这个身份来的哦，王力成。他好朋友。你有追过 Coco 吧？算没有。可是他是不是有一阵子在 L A 的时候，我有帮很多人追他？可是你怎么可能没有喜欢他？喜欢 Coco 比较喜欢黄立成还是黄立行？如果黄立成跟黄立行让你选，你要谁？这很难选哎。这难选吗？这很难选啊，两个都是。看个鸟偏心哦啊。没有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朋友啊，对啊，一定要选。但我可能是 Jeff 比较 close 一点，对。我是说可以发生极度关系的耶。我真的。你把一个选择溜掉，林志伟。我跟 Steven 吗？对啊。对，我跟 Steven 是很 close 的，是不是他们有在一起过？哦。因为你会这样讲，这样讲这话没有玄机哦。有吗？多久啊？多久？什么？在一起多久？谁？没有在一起。你不能装傻，因为你今天来有用的，不然你要干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跟我弟都太瘦了，他喜欢壮的。因为呢，那时候我要进去大学，然后我到底要去哪里呢？然后 Jeff 说：“你来 Irvine 嘛，我照顾你。”他连说一下都要这样，说 Don't worry， 我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玩。去了 Irvine， okay， 然后他真的很他说欢迎你来，是你把他招进 UC Irvine 去的。我没有那个能力让你去上大学，他自己很会读书就去 UCI，有选择嘛，他有选择。所以林志文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也不是男朋友，真的不是男朋友，可是我们对真的是好朋友。所以你觉得黄立成知道一些 Coco 的男朋友吗？我觉得他知道很多秘密。哎，讲一个他的男朋友出来，我们听听看。随便讲一个。第一个啊，第一个七字头的。Tony 啊，张。哦，张瑞哲。那有公开。以前是歌手啊。对，嗯。第一个。然后是初恋吗？应该是吧。哦。应该是对。所以你们现在见面不尴尬吗？完全没有见到，对，有在躲他吗？还是没有啊？我是 I don't care， 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到。所以要我们找他来吗？我们欢迎 Tony。这么随性，你本来连人都不知道，然后现在就已经躲在后面了。我本来要带一个他前男友来，结果为什么不？他结婚然后怕老婆不敢来。接下来这位小刚，他是这次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小刚不认识。我们也跳过。小刚呢，就是其实我们这次合作在这张专辑里面呢，就常常要一起，做很多的想法啊，怎么去计划这个专辑啊。他是你的经纪人吗？对啊，也算对啊，算经纪人。对，他算是一个想红的幕后工作人员吗？啊，对，绝对是。没有，其实呢，我跟他合作非常非常的愉快。所以小刚，刚才我们在问 Coco 的感情生活的时候，你有在替他紧张吗？不会啊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年代应该好好聊自己的感情？应该的。所以我们要聊一下他跟未婚夫的状况也可以。一定要。你知道他跟他未婚夫的状况吗？我不太知道，都没看过。你想要问什么？你跟我们讲，我帮你问。你问他什么时候要结婚好了。有什么事？什么时候要结婚了？暂时。等一下，这个节目是有这边听管要传过去吗？就是他听不见这边是不是？我回你去。什么时候结婚？其实真的暂时还没想那么多哎。所以黄立成知道他未婚夫是做什么的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看报纸一点点。怎么大家都不知道？你有很好奇吗？小刚有很，你不知道他未婚夫是做什么的？我也是看报纪的。真的，你是他经纪人，你为什么不？我去他家两次过，我都没有看到本人。是有人形立牌吗？所以是有真的有这个人在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有，我
我也很好奇啊，之前有很大的一个 birthday party， 然后我没去，我觉得很难过。哦，对，要请我去。听说好贵的一个 birthday party。对啊，我没去。哎，他说都大明星表演。因为他也算是高调，可是又算是神秘，对不对 ？Toco， 有这个人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是临时演员。很贵的临时演员，天后也会恋爱。其实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是百分之百在工作，我不会去，就是两个不会交叉，对，不会交叉。还有一位叫王爷的，嗯，很大牌吧？怎么办？要贵吗？我们是要跟你问声好吗，王爷？不用。你是姓王爷叫思雨吗？没有，我姓王叫王思雨。那谁准你叫王爷？我爷爷。对不起。OK。你是 Coco 的什么？我是他这张专辑的音乐制作人。听说他这次在香港犯了一个错。什么？他完全忽视 Coco 巨星的身份，在香港找了一个很小的录音间。好不礼貌哦！香港没有大录音间，你是说刘德华、莫文蔚全部都挤在那一家？那一间好像就是刘德华开的。声音很大呀！太好了，真的是，对，太好了。你在想要搬出爷爷跟刘德华？你在威胁我们吓死人了！软性恐吓主持。所以 Coco 当时有觉得怎么租了这么小的录音室吗？没有啊，其实你刚刚跟我说，我就啊有问题吗？完全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问题。他也有一件事可能会严重的惹到你。真的吗？因为他说他在录。怎样？你真的要讲这件事吗？要吗？因为他说他在录音室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啊。他有一点失望。这次刘德华也救不了你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你跟他讲为什么你会失望？没有失望啊。你有说觉得他那时候不够瘦？哦，对对，有。没有没有，这重点是在于你要还可以搬出谁呢？请问一下，现在。你觉得专辑录完了，所以要翻脸了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失望，是因为我是重点是在于，就是我觉得他那个。控制自己的体态，这能力很强。今天带来一个很奇怪的礼物，哎，就是他说他把 Coco 在录音间录的一个发出的声音，要带来放给我们。这个我不懂哎。你录了他的笑声吗？笑声啊？真的吗？偶尔偷录啦，可是我今天没有带来。大笑的声音啊？为什么要录他大笑的声音？因为就。有时候我们录音录到很嗨的时候，然后就会讲笑话啊，然后 Coco 就会发出特别的笑声，这样子。是哪一种？就听到那种只有在麻将桌上会听到的笑声。然后我跟录音师两个人就很傻眼。麻将桌上会听到的是哪一种？这应该是热带雨林才会听到的笑声。我不懂哎，是哪一种啊？那种。那种笑声，快出现了，快出现了，搞笑。你有知道他偷录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啊。刚才黄立成说那个他办的 birthday party 很豪华，所以 S 跟我都在想说，为什么 Coco 过了两年半又要出专辑，对不对？不是应该就整个要迈向就准备结婚的生活吗？好好过一个轻松的生活。没有啊，其实。我在办那个他的 birthday party， 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project， 我要把它做得很好，就是一个工作，所以然后那个工作做完了就做到回去我自己的工作啊，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，对， okay. 所以你是说现场已经是精致到很像在开演唱会吗？那个 birthday party？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艺人，所以呢对这方面就会比较仔细一点去，比如说怎么去设计舞台啊，很多很多东西幕后的东西我就学到了，然后就把它放在那个 party。真的有用水晶铺成？对，铺成一个什么？一个走廊。整个走廊就是所有的贵宾一走进去，第一个就是看到那个水晶的走廊那样子。哇，真的水晶，真的水晶啊！然后黄立成没有被邀请。对，因为那个是 Bruce 的 party， 他所有的他跟 Bruce 完全没有见过。对，他们还没见过面。然后呢，就是他的一些。同学，他以前的同学，或者从小时候就认识的一些朋友，然后家人啊，然后一些好朋友这样子啊。他有发动什么样的攻势让你觉得是最感动的？他很尊重我的工作，嗯 ，you know，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谅解、体会我们的这样的身为巨星的压力。是，
所以他对你的家人也是非常好吗？非常好啊，真的。所以姐姐也爱他吗？是，对，我们全家都会。这个问题很奇妙，你的意思是？没有，姐姐对他的爱是，因为如果我觉得好的男人就是要连女方的家人都一起顾到。对对对。所以你妈妈也爱你的先生吗？啊，两个人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？丑话你也说。就是说他把我妈也弄得服服帖帖的。OK。嗯，但这句话也不太好听。好粗鲁。好 ，Coco 最近有很多很棒的表现，包括好像，不久之前才在那个 Walt Disney 的 concert 后办了演唱会。哦，那很对对对。是华人第一次的吗？对，我真的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。黄立成有被邀请去吗？我有啊，我有 Twitter 他告诉他，哎，你有收到吗？有。对。有去吗？可是他不在 LA 啊。可是 Steven 就有去啊。你说你的第二任男友吗？对。他有去，然后我的一些旧同学都有去，然后呢，在台下看到就是真的是还蛮平均的，就是一半是外国人，一半是华人这样子。是，对。所以他们是以前从来不邀华人去那边演唱？没有，第一次哦，没有华人流行歌手上台之前还会有压力吗？每次都会有啦，因为我是那种要求完美的，所以我的压力是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。那你刚才在现场唱歌之前会紧张吗？有时候会，有时候都会有一点，可是应该就是没有这个荣幸听到你破音跟走音吗？为什么？哎 ，You never know。不是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唱歌出任何一点差错。因为刚刚现场唱那个很好听，一点都没有问题、啊。哦，谢谢。你唱歌有出过严重的差错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可能啊，就是可能如果那一天歌手状况不是很好，咳嗽、感冒都会啊。对对。所以你就希望你此生就有机会听到他破音，就是。那是我最被最大愿望。太邪恶了。如果他被跌倒是更好的。我知道你在不爽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当选了一个很厉害的头衔。就是那个娱乐频道选全世界最性感的50个 diva 吧，对不对？对，25个。25个。对，25个。然后他15名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没再计较这些了，因为全世界太难了。你挤不进啊，你大概排第20000多个。台湾打败林志玲，我就已经觉得还不错了。你不能那么没有斗志啊！你要打进全世界的。我走在 LA 根本没人理我啊。怎么可能？老外不喜欢我这一型的。街名应该还比你要钱吧？喜欢啊，有也会。不会喜欢啊，就是再低胸一点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去欧洲跟美国没人理我啊，不穿衣服就可以了。会被逮捕。所以你自己也对那个名次很惊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惊讶，因为打败马丹娜，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，是人家他们在欧洲看到这个就是在电视上播的时候打一个电话来说 ，Oh my god， 你在电视上，我说哦真的吗？然后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了。竞争对手是 Angelina Jolie 这种吗？哦，没有，都是女歌手，都是女歌手，所以是J Lo、Beyonce、Rihanna。Madonna 这些 ，J Lo 好像旁边也在他后面呢。不会吧？在他后面。我也很惊讶，我真的很惊讶，我真的非常。你有看对顺序吗？我有看。你把他倒过来，自己还是把他倒过来。这很厉害耶！他有一个也打败全部的艺人。什么？他也去过 Michael Jackson 他家。还请 Michael Jackson 跟他聊天。这个是真的吧？这件事，不然是什么？他说谎骗我。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？其实我第一次见到 Michael Jackson 是99年的时候，那个就完全是工作了。那个时候是一个慈善的演唱会，他的演唱会，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做这个特别来宾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的经纪人也是他之前的经纪人，很多年的经纪人。然后呢，所以我的经纪人 Jim Moore 就说：“哎 ，Coco， 我带你 backstage 去见一下 Michael Jackson。”那当然我心非常非常的慌啊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进去这个房间呢蛮暗的，然后呢我就跟 Michael 说 ：“Hi， I'm Coco Lee， so happy to meet you。”然后呢他就很文静很可爱的就说 ：“Coco，I like your name，Coco。”为什么 ？Coco。因为他就是这样讲话啦，他讲话大概是这个腔，很 soft 的讲话，他就一直讲我的名字 Coco 这样子，因为他说很喜欢我的名字，一直 repeat， 因为他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，他就一直好像唱歌这样子，直到门关上都是 Coco， 好讨厌，很搞笑。然后之后呢，因为我就住在 LA， 然后呢，我的邻居变成我的一个好朋友，那他是一个蛮著名的导演，然后呢，他就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朋友，那 Michael 就
邀请他去他的家在 Neverland， 那导演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我说 OK 一起去啊。然后呢就到 Neverland 的时候呢，我真的非常印象的深刻，就是他完全就是像个大小孩一样。嗯，所以他的穿着是有遮住脸或者是没有，就是因为就是一个衬衫，然后黑色裤子，然后就是一个拖鞋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很蛮朴素，可是还是 Michael Jackson style。然后呢他的人真的是很 nice， 完全没有架子。然后呢就他就带我们周围去参观，然后他的家就是动物园，真的有个动物园在那里，然后有那个赛车的地方，小小的那个赛车的那个 go kart 那种东西。他真的带你参观？对啊，带我们整个地方去参观，然后有讲解说有什么动物什么动物这样吗？真的，他就是一个要 show us all around， 然后他有一个房间就是一个 arcade room， 就是所有的打电动玩具啊。这听起来要花掉八个小时吧？就是对，没有，我们逛很久吧，我们就在那里就是玩了两天，就是住在那边，就住在那边，所以就感觉像是一个饭店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然后呢，我还记得他有一个笔记本，然后呢，我朋友说你就拿回家吧，我说真的，他说对啊。留念嘛，拿回家的时候我就拿回家了，所以对啊，我到现在还是会看着那个笔记本，我觉得 Oh my God， 这是 Neverland 的 logo。 你偷了一本 Michael Jackson 的笔记本，里面有他的，里面有 Michael Jackson 的 diary 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一个 logo， 他 Neverland 的 logo， 然后就是一个、oh， 就是一个 notebook， 空白的，对，空白，就是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 notebook， 这样子你可以记东西。所以住在那边的时候，你们有跟他同桌吃饭吗？有啊，就是早餐的时候就一起同桌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两个小孩，他的那两个而已，然后都有聊天。那两个小孩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很可爱，因为就是除了在 Neverland 之后，我们在 Miami 又碰见了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呢，那两个小孩子坐在我旁边，然后呢，那两个小孩子拿着我的手机拍拍拍拍拍，然后就用我的手机拍 Michael Jackson， 用我的手机，现在还在吗？那照片有啊有啊，在我的手机还是有这个照片啊，我不愿意丢这个电话，就是因为有这个照片，我觉得很珍贵。你人生够了，没有。手机拍 Michael Jackson， 真的耶，这够了吧？而且看过他是我的偶像，所以就是我很爱他。啊、看到他穿拖鞋，然后抠抠抠抠抠，那你当场应该有哭吧 ？Slippers， 我知道。可是他抠抠很惊人啊，因为他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，还有那个 Ricky Martin， 对不对？对，哦 ，Ricky Martin 帮你拿水哦 ，Ricky Martin， 他为什么被你讲出来变这么小一件事情？不是，就是超级巨星，他参加他很多场演唱会吧？对，他很体贴，他真的很体贴。那个时候他就是来到亚洲做这个巡回演唱会，那他就邀请我，跟他去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还有台湾的这个特别来宾是，然后呢就跟他合唱那首歌，我还记得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呢，他会照顾我，他说。你要不口干，来，我来帮你拿水，这样子，就哇，好体贴哦。然后他就一直逗我妈妈开心，就是说妈妈好漂亮，妈妈好漂亮。然后妈妈就逗得很开心，这样子。对，妈妈后来跟他交往。那些事就不要说了。所以你看过那么多巨星，然后再来上我们节目看到他，你有觉得落差很大吗？非常大。你为什么还要滴答滴？对呀，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OK，sorry。哎，后面还光光的耶。是啊，你要真的那个屁股吗？来，过来，我要看你。这真的啊，赶快。看什么就看什么。没有，看他屁股上很多毛。OK 啊。哎，真的 OK 耶。快点把裤子脱了给人家看。不要啦，这个是专访，不要搞成这样嘛，好不好？你刚前面那边烦他。前面可以烦起来吗？前面没什么好看的、啊，真的吗？看前面是哦、oh ，有裤子在里面，有裤子耶，哦哦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全脱。碰到过老外，他跟人家说台湾，就人家就说是不是就是生产很多仿冒品？哦、oh， 对，哦对，那这一类的事情。那个很久之前就是在做宣传，第一次在美国做宣传的时候，因为我就好像在介绍亚洲，在介绍。啊，台湾啊，香港啊，内地啊，这样子啊，然后就我记得他们说，那你的 career， 你的事业哪里开始啊？我说，哦，我在台湾开始。然后呢，他们说，哦，台湾是不是就是，对，做很多那个叫什么 copy 的那个，对，那个包包的地方。盗版的东西。对，我就觉得不是，你不能乱讲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在心里想，哎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没有，因为就是台湾有卖，可能没有。做那么多吧，以前有做，现在好像少了一点啦。可是你要买的话，我知道哪里有卖。不可以啦，赶快告诉我，不可以，两个都不可以。没有，就是我就尽量，就是好像
为我们说一些话，让他们更加了解，不要误解我们。对，就是你也不是好惹的嘛，如果别人踩到你的地雷，你会跟他吵架？应该会，可是我觉得不要吵架，就是尽量用一个很理性的方式去解决先。对，真的不行就吵架。你私下会跟路人吵架吗 ？No， 不会。你开车吗？还好，不太爱开车。你也不骂脏话，对不对？他一定骂脏话。你骂吗？不常骂，可是喜欢骂。不是喜欢。可是就是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单字吗？还是说更严重的？哦，没有，就是可能一个字的。他脏话，他在录音间骂不骂脏话？没有，没骂过脏话。就他唱一遍的时候，你都一定就是说唱得太好了，然后就收工这样吗？你敢挑剔他吗？我敢挑剔他。真的？真的？要怎么挑剔？不敢挑剔。好激动，好激动！我在采访你。你要挑剔他什么事情？谢谢。要挑剔他什么事？比方说他可能。因为他刚刚在现场唱，我觉得没有地方可以挑剔啊，要挑剔什么？他刚才那段你还有东西可以挑吗？我会请他挑剔我一定要，因为我觉得我在音乐上一定要表现得很好。所以你试试看，刚才他唱的那个，你要如果要挑一个小毛病，你会挑什么？回音不太够。回音？尾音。尾音还回音？尾音。回音，你是在怪我们的音效音？没有，尾音，尾音不够。对，你说还要再更长吗？对，不够长。你要多长？他刚才已经唱很长了。我应该流汗。一分钟的那种。所以你敢这样讲，然后他就会说好，那我再唱一次。对，而且他那个真的很专业，就是他会把它唱到我们都满意为止。所以你说尾音不够长的时候，他不会说一句脏话，然后才说那我再唱一次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他不会争执说你要多长，两分半吗？其实这种就跟你有点呛呛。不会说不懂个屁。成了 Jeffrey。我很担心他会说这样的话，可是他都没有，就是非常好，非常 nice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愿意受他摆布？我是个歌手啊，我今天是去录音，他是我的 producer， 我就是应该这样互相 ，you know， 沟通的啊。CD 王爷是很大的 producer 吗？他好像是新的吧。其实他制作了还蛮多张专辑的，然后就是我们，我们是两张吗？就两张。我们是首次的合作，可是呢很有默契。他制作你这种超级巨星，就是要全程下跪才行啊。我没有这样跪着录啊。对啊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跪着把手在上面调那个，一直跪在椅子上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做一个歌手不能太过就是自我。对，你要听一下别人，因为我可以唱我的 style。先唱了我的 style， 然后再听他的 style， 也唱那个，然后再看哪一个比较好嘛。啊，对，他姐好像刚刚有一次警告过他，说你如果再这样子不听人家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对，你有劝他一件事是不是？当时是为什么事情？你觉得他太固执了？对，那每次做宣传或者要有新的歌给他选，他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要这样要那样，什么都要听他的。那我跟他说，你以后再这样，人家也不会找新的东西给你试。你是不是有很不懂他拍照坚持只能拍右脸这件事？哦，对，对他觉得自己是李右脸，是是是，所以他一定要。可是我这一次这个新的专辑，我就特别要有一点左脸的东西，因为呢，歌迷很多的反应就是说 ，Coco， 你不要全部都是只有右脸，你也可以拍一些左脸啊。所以我就很听他们的话，就真的是做一点左脸的东西。所以他们认得吗？不然以为是陈美凤吗？好，走了。那如果我们两个人换到对面去做，他就会被迫要露左脸嘞。对啊，没有，一直都是左脸啊，现在。可以吗？所以如果今天主持人是坐在那边的话，你就要一直朝那边讲话，露出左脸，这样也可以。如果对啊，如果是这样 set up 的话，我就接受、啊。我们椅子放这边是你要求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是我放的。这么贴心。你为什么要跟客人作对呢？客人喜欢右脸就右脸啊，你。所以你说愿意露出左脸，已经算是很大的让步了吗？没有，在专辑，譬如说在拍 MV 的时候，粉丝收到专辑就会哭哎，左脸，就如同他看到 Michael Jackson。没有，因为每个人他的脸可能是一边比较大，一边比较我懂瘦一点。那我是觉得左脸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就比较瘦，我喜欢右脸是。他在录音室没有骂脏话，那你认为是什么场合会骂呢？大拇指踢到桌角应该会骂吧？大拇指踢到桌角只是骂，对不对？那不算太过，
那部分太过分了。可以说啊，这可以说那个字吗？因为很奇怪，在中文地区呢，就很多英文都可以说。你不早说，我就一直你想讲吗？你想讲吗？没有了。你可以讲三遍。真的吗？请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动机啊？没有，因为电视上从来没有说过。我觉得好，所以入行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说，好。Yeah, 对啊，那下次去奥斯卡颁奖你会不会这样子？这很大突破了，很大啊。可是平好不可以在电视上面讲的是，平常在生活中会骂比这个更严重的话吧？哦，可能啊，可能啊。可是因为我的中文程度，一直点头哎。对，我可能没有有时候。所以你说他跟你吵架的时候会骂出那个很吓人的话？不会。所以他什么时候会骂那种话？狗仔对头牌不会，他不生人家气，都是骂脏话的时候是生自己气。唱歌没唱好，好比说那个眼睫毛念来念去念不上，他就会说一个脏话，就是中文一个字的，跟妈妈有关的，就发音很像那个眼睛看到的看字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另外一个哦，只是哦，那个也可以说。不要不要！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。预告出来就是。所以他只会生自己懊恼自己的事情。所以眼睫毛就是他最 care 的事吗？差不多。那如果没化妆走在路上，路人要跟你拍照可以吗？有啊，就合影啊，是可以的。可以啊，对啊。所以你不化妆也是漂亮的吗？没有，如果我不化妆，就有个魔镜啊，就跟他，我就问他你不介意我没化妆吗？他说不介意，我说 OK。你不会现在要把他拖出去卸妆吗？姐，你有跟我做过没化妆吗？有啊。漂不漂亮？真的。你有看过不正的女生吗？对，他好像每个女生都正。小刚，你开始收到消息说你要帮他做经纪的时候，你有很害怕吗？有啊，很害怕。怕什么？因为其实以前有一些朋友有做过他，那听到的感觉都是比较负面的。比如说，这可以在明星面前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比骂脏话严重多了。你不是希望我这么讲？对，我要听那些负面的是什么？就觉得他很麻烦啊，难搞啊什么的。就是。我想可能以前可能是啊。但是后来没有了，没有吗？所以你后来接到他们都误会你了。你接到消息说你要当经纪工作的时候，你也有在骂脏话吗？没有没有。所以后来接了这个案子之后，发现他是难搞的吗？也不会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还蛮 peace 的，还蛮 peace 的。对啊，哪有人第一次就发疯的？而且我看他第一次他也没化妆，正吗？正，真的很正。那时候有瘦吗？我跟他不一样。我看电视觉得他比较胖，可是我看他本人就觉得他好瘦。嗯，听说他这句话有让人家高兴吗？没有，因为大家看到他，大家就追求在电视上比较瘦啊。可是我可能电视是比较之前的电视吧。哦，对，是老的电视机，1950年的电视吗？不是液晶电视，是有门拉开的那一种。你跟他讲真话吗？我一直都跟他说真话。你有跟他纠正过什么？嗯。纠正，其实有一次在电话开会的时候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喜欢听他刚出道那时候的歌，可是那时候在选歌，他都选一些是我们不要的那些歌。但是我觉得哈，真的来讲，懂个屁！不是说他懂个屁，不是懂个屁，但是有时候，比如说李玟，他有才华，又做这么多年了嘛，他音乐也会懂嘛。他的耳朵跟整个那种 pitch 啊 tempo 一定都是超准的，按你说对方制作人还是对方的唱片公司人，常常都懂得屁嘛，然后 maybe 他很了解音乐嘛，所以比如说有时候你说挑歌的时候真的是很烂的歌啊，所以他推掉也是对的。嗯，所以你理解他的心情。我理解，因为你应该常跟制作人讲这句话吧。没有，我很尊重制作人的，然后我会参考啊，跟李玟。黄立成应该在全世界到处都跟人家讲这句话。你懂吗？这个很好用，对对对，这句。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听他早期的歌，比较拔辣的一些歌。
因为比较干净，比较纯粹。曹曦的歌比较拔辣，这也可以讲吗？我觉得讲吗？你的工作可能就到今天为止。并不会，我对我是大牌的，对我的工作非常有自信的。他是会听大家的意见，我觉得他大部分是为大家而活的。嗯，看他一直在强调说他听歌迷的意见。OK， 他都在听任何人的意见，他都在满足所有的人。嗯，所以你比如说他说哎觉得尾音不够长，他可能就唱长一点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他都会满足所有的人。像我们前几天去吃饭呐，那晚上九点多就工作结束去吃饭，那他也就是服务生就问说哎我们要饭，那他就全部人都没有人举手，就他举手说我要两碗，然后他点了一桌一桌的菜给大家吃，可其实很晚了，大家根本都吃不下。嗯。这个故事，所以吃到最后，那碗饭是像，我还没讲完啊，所以吃到最后他就，你逗号也太大颗了。我想说你会接一个嗯哼，然后呢？对，真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吃到最后就剩很多，他就说那你们怎么都不吃？我说你都没有吃，都是我们吃的。那他其实都是很喜欢满足大家，就他喜欢看大家开心。I don't get it， 剪掉剪掉。所以你希望在你旁边的人都开心。对对对，我喜欢看到人开心。白饭呢？白饭没有啊，本来是叫两碗，然后最后就吃一碗啊。所以你只吃了白饭一碗？没有，我还是吃了，我没有刻薄自己啦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很久不见的女明星，然后她明明就胖很多，哈，你看到她，你还是会说哇，你还是好漂亮。嗯，我可能就会不会特别提到她胖啦，我说你好不好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对，就避开。避开，不要说谎，可是也不要讲到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她算是蛮周到的人呢。你如果看到一个女明星变胖，你会怎么样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有没有社交礼仪？可是我知道，起码你回去一定会跟你姐讲说，哇，谁谁谁变很胖。一定，你回去会跟你姐讲吧，说那女明星变好胖，好肥什么？可能啊，如果她问我的话，对啊，对啊，可能。那你如果比如说一起，以前我们常常一起上节目，然后总会有一些艺人现场唱很烂，你回去应该是会大讲吧？不会了，因为是我先讲的。可是我都会，就是你本人啊。对，就是我。你们以前回去应该也会在大家讨论说，我跟我姐现场唱很差吧？不会。Marin， 讲真话。不会，我 no， 因为我会帮其他艺人解释。真的吗？不会。所以我的解释是什么？只会唱歌。没有，我就会说没有，可能他那一天。心情很紧，对，很紧张啊，这么多人压力很大啊，对啊。徐熙娣想要追究一件事情，跟乔治卢卡斯有关。哦，因为那个《星际大战》的导演 George Lucas， 对，有一次看到 Coco Lee， 然后就跑过去说：“我的小孩是你的 fans。”对，是这个。对，你是哪？你什么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上面也是。真的？对啊。我也很惊讶，然后呢？哎，这很惊人耶！就是说他的孩子买了我的那个英文专辑，我说哦 ，OK， 很开心，然后就拍照啊。不是，就算他小孩有买你的专辑，很多爸爸也不会知道小孩在听谁的歌啊。可能就是爸爸帮他买的吧。他竟然还认出你来，然后跟你说你是 Coco Lee。他的孩子是外国人吗？我是Yuda。对，他们是人，是人，对对对。哎，那很容易。王爷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乔治·卢卡斯的小孩是他的粉丝哎，然后你嫌他尾音不够长。你可不可以有点国际观呐？对不起。对，要下跪了。这专辑当中会打扮的跟你平常不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，对，真的不一样。哦，对，听说他有穿护士服。哦，那是拍 MV 的时候呢，主打歌 Party Time， 我们有做了很多不同的造型。那其实是在扮演角色，那其中一个是这个护士，对，很好玩呢、啊，因为这个护士这个造型是我最喜欢的造型。OK， 就是在扮演对这几个，哎，这个可爱，嗯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护士穿粉红色的，然后那个裙子是超短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哇，这个好像 A 片的那种哦。对啊，怎么这个样子哦？哎，你跟你男友会玩角色扮演吗 ？No, why not? No, we don't talk about that. 不聊。No. 他可以做，他不能抢。白说你用
点头跟摇头来表示。有玩过角色扮演吗？好，他够诚意了，他已经回答一点点。哎，那你会立刻办演唱会吗？在台湾？会，我希望明年可以开。对对对对， okay. 我们其实在计划当中。好，今天最后我们要让 Coco 唱她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哈，这个歌曲叫做《美丽的主题曲》，欢迎 Coco。世界只有个你，谁也不能代替，如何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？生了才是爱情，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